我是西边的宇尊，今天来到甘德道53号，和大家介绍一个超级豪宅。Colony Park 为西半山低密度豪宅，位于甘德道尾段。介绍紧的单位位于高层，实用面积为2115尺，面向维港，景观开扬，超过600尺的大厅以及将近100尺的大露台，相当气派。厨房和工人套房位于大厅的左手面，空间阔落，设施齐全。进入走廊第一间为客套房，依家设计成为婴儿房，套次为企缸的设计。客房相当阔落，可以三面落床的。留意翻第二间套房改为书房，而套次亦改为客次。第三间客套房为原装设计，同第一间客房一样，空间相当阔落。最后就是主人套房了，主人套房相当豪华，设有私家露台，目测实用面积超过450尺。是起居室和套次之间设计了衣帽间。主人浴室设计得非常之有心思，除了浴缸还有企缸，最难得的是浴缸、企缸以及洗手间都各自分开，有独立的空间。我们再由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主人套房，真是相当豪华，越看越喜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单位设有私家电梯大堂，亦即是一梯一伙，私隐度够高。大堂设计华丽贵气，绝对有贵族的气派。最后，虽然 Colony Park 的住户主要都是依赖私家车出入，但是亦可以选搭小巴前往中环，相当方便，大家不妨来体验一下。